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美。今年开箱的第一个秋冬系列是我们的劳模卡姿兰新品自由旷野系列，它这个整体风格就是这种自由随性感，搭配了这种鸡皮绒布，还有这种皮革纹路元素，是不是很好看？一下就入秋了。主品类有两支雾纹口红，还有一盘十色综合盘。周边是有刚才拿的这个秋冬限定的这个毛茸茸外壳的手持镜，正面是这样的，也是个星星皮革金属元素的项圈，这个就特别适合旅行，就比如去新疆玩，或者是音乐节来拍照出片。还有这个毛茸茸的包包挂饰，先来看。看综合盘，我是综合盘脑袋，你们也知道，这盘是05号沙丘琥珀，整体配色就是裸色、土色、姜黄色为主，就是看整体盘面，它那个秋冬氛围感就很足了。实色配置是满满当当的，像是眼影啊、修容、哑光、高光、珠光提亮，还有腮红色都有，氛围色、加深色也该有都有。按质地分的话，就是哑光色、亮闪色、细闪色都有，就整体是兼顾了一个实用性和可玩度。像我是会特别关注综合盘里的修容色到底好不好用，两颗修容色，一个是中性灰，还有一个是偏暖一丢丢的。这两个色调都是大多数人都可以的色调，然后如果是眉毛条件还不错的话，就拿这两颗来填充一下眉形的话也是可以的。这颗最大的腮红色也好好看，它是奶茶色调，是有一点像是那种杏子，然后又掺一点点红调，上妆是有点暖暖的，用起来特别可爱，暖皮会很喜欢。最后说眼影，因为像眼影的话，我觉得是综合盘最基础的功能了，放眼望去所有颜色你都可以随意搭配。我今天画的还是比较清淡柔和的，就是稍微心机一点点的地方，就是把这颗姜黄色是晕了一些在眼头还有眼中的地方，腮红其实也叠加了一点点，给这个秋冬配色增加了一点点明亮色彩。然后是口红试色，秋冬系列这两支口红都实在是太秋冬了。雾纹口红它就是一涂开会画烟雾感的轻雾质地，柔柔雾雾的，是不显唇纹的。第一支是 M587 烟雾冷咖，它是灰灰的低饱和裸粉色，我都做好准备这支是拽姐色，哎，结果它其实很日常，有提气色的红调在，厚涂的遮盖也在线，深唇也可以，我素颜试了也可以，搭配上综合盘的腮红啊眼影配色，哎，好柔秋的感觉，超美。M594 旷野迷踪橘调土棕色，应该就是属于不需要再费力种草的经典秋冬色了，是暖皮最好使的美白产品，厚涂红调是多一些的，这种色调会成为整体搭配的点睛之笔。然后还有三支雾纹口红是月初的新色，也一起来试色一下。 M460 和 M06 这两支就是更日常的裸色杏粉色， M40 是裸感更强，适合伪素颜感的妆，暖暖的很可爱， M06 就明显更甜，粉调是明显一些，比较适合白皮宝贝。 M200 豆沙棕色，哎，我觉得它也可以放到秋冬色里，节感十足，很高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卡姿兰这次秋冬新系列的全部试色，希望能给大家做到参考或者种到草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